看向私信老师即可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这位来看手相的宝妈，85年广东人，八字看命里缺火，八字极寒，建议佩戴属火的风水物件来助运程。手相看宝妈婚姻正缘应该在29岁上下，宝妈反馈30岁结婚。右手看田宅，宫很完美，手掌有好宅文，也就是赚钱门路较多，一辈子财运不愁。此豪折文位于无名指的下方，在天文线的上方，也被人们称为金房子。手相有此文，创业做生意招八方财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-3319。